林庭啊，我敢娶某，表示啥？这条路无问题嘛，对不对啊？对。哎，我无偷钱我呢，不过我嘛无请鬼啊，是阮太太较可怜的啊。我阿太太讲，台湾政府、台湾民众接到政款，你一天我再来补请，你看好不好？好。你哪包物件？你若包哦，我会相信你。但我甲各位讲，我啊，哪是这个时阵结婚？其实我来咱台湾人讲，这条路是足安全的呐。我当面讲，从阮某甲送去死吧。我刚结婚，表示讲这条路会成功。因为我老早讲，台湾政府呐，迄、那个招牌呐，摕到，你一讲我要结婚。伊今年三月十五，美国官方正式发台湾政府的招牌给咱。所以我遵照承诺，四月一号结婚。你看我这个，我靠，已经办不完。我跟你讲，我四月一号结婚的时候，帮那个网络吼一堆呢。我讲啊，卖好便宜啦！四月一号是愚人节啦！我讲哦，台湾人哦，头脑是要求好，我选来惊喜为吸引。当然，我四月天有原因的啦，第一好奇，啊，无我后摆啊结婚纪念日袂记，我叫我不愚人节的，对不对？因为四月天日本天皇在台湾公布诏书啦。安尼用这间来做纪念日，安尼好唔好啊？好，太好。所以呢，我老人家想啊，就找我念一下。今天结婚纪念日来有，有就用跟我同款，演起来吼，就好气的。安尼较袂变气，安那变气吼，迄波拢会改。啊，最近吼，啊，佫一个足出名的消息，什么消息呢？邦桥地检署啊。最近呢，你要起诉一个案子，家暴，你奇怪啊？你秘书长那地方家暴，因为有一个翁仔某吼，做翁仔吼，甲某拍，拍到对方，啊是为着什么代志？为着30万。某去地检署，甲案情申告，告上告赢啊！啊，啥个告赢啊？用阮翁仔提30万块啊！去甲台湾政府买一个参议员啊！哈哈哈！有这戆的呢？提30万块去买参议员，夭寿哦！啊，这参议员甲啥物？甲台湾政府，各位咱是啥物人？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呢？啊，一个讲到台湾政府甲买30万啊，检察官细头卡着的。哎，那有人讲去甲你买官？我们看你对，我合无法度哩，无哩无话，我买30万。创几万咩？讲，咱不是台湾政府，咱是台湾民政府，所以我跟你讲，后礼拜我估计差不多起诉。所以是方便你看这台湾政府安怎遐啦吼？你跟咱无关的，我先跟你讲。你若讲。参议员都爱用钱买，众议员都爱用钱买，啊嘛，酒店才花70万，啊，副酒店啦，副酒店70万，我酒店哦，夭寿哦，我好嘢，我跟你讲，这款钱也敢收，啊，这种的组织也敢甲相信，比如讲台湾人外国就好啦，比如台湾人出去有吗？啊，像现在拍伊某关伊钱啊？伊某阿讲，诈骗集团呐，你甲吐转来啦！啊，安讲哦，歹势啦，歹势甲吐，台湾看外国吗？钱好开计，各位，这拢是国民讲的呢。帮助地检署要去查，检察官姓刘呢，免偌久啦，都好咱想想哦，得到多助啦。啊！那力道啊，不会被消灭。我甲咱的所谓啊，员工，咱叫国际法。台湾民政府，什么叫台湾民政府？就是伫国际上的规定，叫我们占领地区的老百姓，家己爱承认。台湾的这个民政府，民政府四个甲国，伊拉克、东尼、
有二十几个伊朗国民政府，美国要承认对一个，承认一个足简单，干那承认一个人尔。你美国今礼拜较难讲，因为我甲问讲，啊，你伊朗国当时迄个伊朗国民政府你是安怎甲找？伊承认这个人就是美国伫华盛顿地区甲设一个办公室，干那一个人尔呢？一个人的公司呢？对，这个伊朗国。然后美国军政府将伊拉克民政的权力交这个人一个人来规定，四个月之内你要组织伊拉克民政府，个人四个月伊组织民政府，二十几个其他民政府美国甲消灭掉，我甲可以讲，台湾我来台湾去讲，啊美国要找什么人？你认为要找什么人？林柱生。你帮我讲，但是我改造嘞。登记迄两只名，名啥名？我名刚刚林先生名。哈哈哈！哈哈哈！各位，我管理船带领咱台来行一条康庄大道，好不好？好。在兴奋，在兴奋哦！我讲袂累嘞，拜托。不要太辛苦，但是做台庭哦，太沉重。我过来讲，过来，你看嘛吼，你以前到即摆吼，你骂我，我拢唔敢甲回应。我甲你甲骂，但我拢不回应，因为我是感觉讲吼，我遮聪明，啊，遮人遮水，啊，你乌白吗？我你甲回应，敢若我甲伊共款，甲以前，啊，你甲，你若拄着以前个囡仔，你甲伊骂，你敢要回应？袂嘛，你要甲巴来嘛袂，卖错。遮拢以前啊，甚至拢。啊！你无平尔尔啦，免插。咱行咱的路，咱就是公民身份证较紧的，照美国的意思，四十几万人才达到。当然这有点难度啦，因为吼拼两年半，七十万人尔。啊嘛，七十万嘛算真厉害咧，我话平真正一万人真厉害咧。啊，有人讲吼，哎呦，一千块有够贵哦，有贵有够。中华民国的护照1300块啦，啊，咱的身份证的纸质，迄个制作拢是美国做的，迄品质拢比中华民国较好。1300块，你就去出啦，啊，这1000块你无要出，你嘛过分嘞。啊，即马讲这1000块，讲咱是诈骗集团。我第日去讲，上过讲几啊摆，各位，我有甲你五块无？有啊无？拜托，较大声嘞！我甲你五块，请你吃去。我无啊，我无五块，但是咱有一挂员工嘞，啊，员工命啊，足可怜嘞，所以靠面试。啊，面试，遐是我应讲义给恁，无啊，迄个徽章。咱个帽仔毋是台湾做个呢，是啥做？韩国做。我就是讲恁你有问题，我恁面子讲安尼。啊，你有以前做，你有当过有去做钱呢？我讲你有问题，我面子讲安尼。哈哈哈哈哈哈！你讲错个你有问题。无问题啦吼。好。正常。我只是下一摆看下讲吼，你就用出来别，很有意思啊。我来讲一讲吼，我讲介，我先介绍下吼，时间无真济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咱国际班的成绩。咱国际班上的物件是拢无同款啊，国际班有一个叫做中国国情报啦，这当然足惊中国的。啊，毋知影讲中国吼会拍台湾来袂啦？啊，中国是毋是偌强啊？啊，你强到啥物款型？我搞不清楚。所以咱有一个特别一个叫做中国国情报，啊，佫一个爱深入检讨台湾的国际地位，而且国际地位要变哪解决？伊有一间，咱所有的成员，尤其是国际班，咱的政治局、事务局，即个人拢爱跟咱美国坐下来谈判。美国要从台湾交你。三个条件，第一，你不能走上共产党的路。古巴，1899年，交予美国，挂予美国，两千，
1902年已独立，五八独立，也会有明王三年。民主的受用阿哥伯，你当然叫卡斯主革命，变做啥挑战国家？美国的烦恼呢？美国烦恼讲变，啊，你台湾会安尼无？我教你民政府，变两年三年，中国共产党煽动台湾人，啊，台湾人我未听咩互煽动的，变做共产国家，美国会安尼怀疑，因为古巴。是美国的头前尔呢，啊，台湾隔壁就是中国呢，你袂惊呢？所以美国是安怎到今日为止，对咱无爱讲实话，无爱从真真正正的代志甲你讲，敢安尼放一撮，放一撮。原因就是讲，伊入面爱时间来教育台湾人，所以美国要求我爱换国安参谋联席会的这个长、这个位，就是讲。你爱看这个位，爱让台湾人唔通惊是共产国家的迄条路。我以前烦恼我阿妈，我为2002年两月二号偷渡金门走回来，我哪有可能讲是去战争中国共产党去做？中国共产党，我有四间头，要不伫遐呢？叫收起做国力的，就这种的情形。所以美国他敢相信我，因为我绝对袂去惊共产那条路。所以美国讲，第一，你能惊就共产那条；第二条，你袂能惊台湾独立那条路。你台湾独立没有法理依据，有偷鸡嘛？这个土地偷鸡是日本天皇嘛？虽然日本天皇袂当讲话，但是无表示讲这个土地不是伊的呢。美国会当策略上的运用。运用啥，把咱台湾甲日本变成康门威尔斯啊，变成邦联啊。第三，你袂当惊上统一的路。当然，共产党即摆一直放利多给台湾，派吴宝祥去。各位，吴宝祥是代表中国国民党去讲的呢，代表流亡的中华民国去讲的呢。所以，伊若达成协议，跟你台湾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呢。我跟你讲，三个公报在台湾有没有关系？嘛无关系呢。你三个公报你不要看呢。1972年2月28号，上海公报讲啥？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美国 ，acknowledge 什么意思？听到，得知。公开。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我讲一摆，你听我啦。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各位认识咪人？好。所以讲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干不干咪？是咪你？那你也听住。那不是咱嘛？所以你得上来讲嘛，跟你有关系无？无关系嘛。台湾人恐慌啊！害了害了！美国要出卖台湾人，话就对了。你是讲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流亡在台湾遐中国人啊，认定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的中国啊？啊，你台湾人无关的嘛？对不对？啊，对。1979年，中国甲美国建交公报，赶快建交公报。讲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建交公报，敢有讲到咱台湾人甲伊中国人关无呢？所以三个公报内底所讲的，拢是因中国人伫台湾遐变难民的。1987年的817公报，三个公报内底，你会记哩？三个公报内底，拢是讲到讲伊中国认为安那安那安那，从来没有提过讲美国的看法是怎。大家不要看呢，大家玩乐呢，你玩乐啥？会记哩？你今日这个所在，学两点就好。第一，将你也袂当移转出犯。第一点你也会。第二点，就是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啊，
兼讲第三点，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你看威光，你伫这个所在，我威光的功夫总结起来三点，好简单，很简单，好轻嘛，好轻。但是你过去六十八年的头壳内底，拢底拢是中国文化，所以呢，只可惜，咱吼想问无够济，但是我相信，为2011年开始，一月十日开始到今日为止，咱拢无休困，不管过年啥物年拢无休困，两礼拜一期，两礼拜一期，从来没有休息。我唔是普通人呢，我唔是铁人呢，我唔是机器做的呢，我唔是机器人呢，咱这干部拢唔是机器人呢。每一礼拜上课，咱礼拜中昼时12:40，咱是决策委员会，40个决策委员会来讲进度，所有人拢知影。咱的中央的政治局，中央的事务局。派人去哪个州？就美国要求是八月份，咱这政治局甲事务局的人事爱甲固定起来，固定以后，联系怎么样来运作？咱各位，你若参加高级班的时候，你就有资格能够加入咱的政治局甲事务局。但是我甲各位讲，你要自动的，你报名，甲你的州长讲，我可以担任什么？当然无总统职位来的。老派无总统啊，吼，阿嘛无，即摆嘛无总理啦，因为南美国谈判没有总理，没有总统就没有，所以你们讲吼，我要当总统，歹势，无意义，啊，我要当总理，歹势嘛无意义，但是有一位是叫做总统，啊，叫总统，哎，就不听拢听，所以呢，你看，你是看咩？安好无？好，你不敢放过你。好，哎，水啦。咱哦，台湾民政府啊，办执政以后，咱的刑法分两种，一种死刑，绝对无你家己内定。你什么人？什么什么权啊？什么人权委员会啊？什么呀？你若讲你反对死刑嘛，我跟你讲，我的方法是安尼啦。谁反对，请你站起来。你反对，好来，这个死刑的人交予你，你去起，你去起住较大。你反对死刑嘛，对不对？你去起嘛，我公家我也起嘛。死刑我为什么要去养他？你是犯罪嘛，所以判死刑嘛。啊，你反对死刑的会使啊，你有钱啊，你起住该乖倒来，你卖好出来。安尼好冇？好好我相信你当中没人敢说你反对啊，谁反对谁带回去自己啊，你跟五人老睡啦。等一下叫鞭刑，鞭刑就是说你判几，你本来是判几年，现在判几年，一般一次你判的时候不能超过五个，判五个一定是别当消费我的，你有看哦？喂，这偏心是爱坑坑坑安尼判的，哦，无的啦。我是迄个阿拉伯加迄个啊，做迄个叫做新加坡吼，因的规定是无的啦。啊，这我用人判的，我用机器，迄力道拢固定，哦，几磅就是几个，我你看哦。就讲啊，这是看足可怜的，哦，各位，好歹。我建议哦，唔通犯罪啦！犯罪哦，迄个面子、人格拢无去啦。哦，当作裸体鞭刑，变国军，逆反。伊阿咧好，那你你想看卖？你犯罪，我就爱请人甲你告，啊，搁请人甲你饲，啊，搁起厝你住。啊，洗身躯烧水无烧水，你麻烦麻麻烦咱无人权，你免来伊做，你家己拍牌，你等于家己讲，啊，一个月搁搞出来啊，搁拍，
啊，你若看无伊多啦，伊多我劝你自杀较紧。啊，逐礼拜、逐个月去拍，足艰苦个啦，我甲你讲。所以吼，看无伊多个吼，未必看死个嘛，较艰苦。死一摆就死人嘛。啊，无伊多啦，每礼拜拍五个，我唔想你讲个㖏。这一张呢，会不会犯罪？会无？那会我犯罪，你举手。啊，若袂，你举手。你拢赞成哦，你拢赞成赞成。我来讲哦，后摆交人民政府绝对安尼实施，我来讲个保证。我若去当水，要不是这个啊，做执行长这位的，讲起来哦，转型正义哦，过去拢无咧执行。因台湾人哦，心中想不，袂敢咧互讲话。阿扁是安尼啊。心跳不行，伊转型自己都无做嘛，要做无啊？伊做总统，面临家己总统府名名，出总统府以后就无面临啊，无人去甲听嘛，那不是啊？伊啊，所谓政务官，遐政务官个个贪污，但是国民党是贪污更加厉害啦，咱只能讲，对不对？哎，啊，伊要面到几啊？即种个社会内底，你敢会甘愿？你唔甘愿，对不对？你绝对唔甘愿。啊，你看，咱拢拼到要死呢。我看咱国民哦，你看，大家拢面拍到乌乌呢，大家拢足认真呢。啊，讲个面拍到乌乌，啊，你讲啊，我是怎哩想？爱交六千块，啊，高级班爱交一万块呢？啊，有较贵无？未较贵。我以前讲，就是讲哦，三工两啊。吃十日，即马唔是啊！我即马，你讲咱哩一个公司吼，你高雄甲指正，只要秘书长你讲唔对呀，我三工两暗吃十顿，安尼讲唔对，七工七暗吃十顿啦，伊讲诶，所以诶农场诶头家拜一到拜四，够做别人，我无，我来利用，安尼七工七暗，啊，我想讲吼。人上有人啊，天上有天，我是无够巧啊，对不对？我无够巧，对不对？挺巧的。我恁赞成迄人讲的，我无赞成，我讲的对不对？但遐情况，迄人讲的是对的。金钟这个所在，你无想过去做老板？你讲起来，七干七干，吃十日，是人讲安尼对吗？无。今日咱若无这个基地，咱台湾民众无这个基地，假设啦吼，台湾民众发展发展啦，我跟你讲，有对不对？好，假设有这个基地啦，你看后边吼，咱的查某的同志可能无看到后边，还是查甫的宿舍，你去参观看嘛，所以也是起啊真水的，新的呢，别墅嘛新的呢，我今日行过去来参观的，国贵，宾馆吼，要起一个三层楼，要抵五百。尤先尤先生讲叫卖做咱，老板好咱，但尤先生呢始终如一哦。伊讲台湾剩这条路尔，我若无停，是要叫上停。啊，了不起！这条路真正是剩这条路，八里路尔。所以伫这个所在呢，我原来爱甲各位特别拜托，这个拜托要有福气办，拜托咱呢。但叫一寡有志的同志啊，注意啦！咱较紧来达成我们的任务。哦，啊，今年八月十二到十六，咱要日本参加靖国神社，迄个做秋季的祭典。啊，今年九月初八，咱要伫美国，由美国伫替咱办一个酒会啊记者会。这是咱今年第二个。大个代志，第三个就是十二月二十到二十，咱每年一摆，
去甲日本天皇祝寿，去甲迄个靖国神社甲参拜，这三个大个节目，咱各位若有时间啦吼，啊当然金钱嘛爱有啦，尤其日本爱三万几块嘛吼，啊这方面的拜托咱各位来参加，你啥物活动拢免啦，你干集中参加是咱台湾民政所办的活动，啊这个时阵吼，我甲各位讲，无形之中啊，无形的中间呢，台湾的。进入台湾人进入台湾人也会改变，是不是？不免用母语，不免用多，不免用钱。咱的车牌，搁在两礼拜以后开始要发行，但是敢是停电啊？这是停电，发行的时阵，咱拢完全照美国之上。所以呢，那这种的，有这你有啥物车牌，你拢来做咧做酒店，因为酒店呢，啊酒的办公室拢有。咱几位办公室的今晚来甲你介绍。啊，今日呢，这从彼边啊，我咧上海这所在，要来休个十分钟吼。啊，刷来三点到三点半，咱的预定，咱的预定是非常的甘心啊。但是呢，伊最近身体无好，代志吼，伊拢报病参加。啊，预定呢，只是我从最近的一个考驾吼，提点一下。我非常的佩服。由内心的那样会哦，恁等下吼，伫这个做闭幕式的这个三十分钟内面列为主。啊，等下三点半翕相，一定爱参加哈，一定爱参加翕相。你卖生意经理面啊，要翕相。啊，翕相以后呢，咱话会叫迄个啊做计程车，像我哋四人一组，四人一组较省事。哦，啊，比你高级啦，啊是比你啊做啊做代志吼，咱话会使四个一组，四个一组。今日的上课吼，大家要去做，要十分钟，多谢各位，谢谢，多谢，谢谢。来，起立。行嘞。好，同学们，休息十分钟。请问一下黄。